第34届金曲奖热腾腾的得奖名单出炉啦！本届入围8项大奖的徐佳莹率先拿到最想要的最佳作曲人奖，而一生一次的最佳新人奖方面，最终由洪佩瑜打败强敌得奖。首次推出客语专辑的彭佳慧也一举拿下客语歌后宝座。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则是由葛西瓦获得，他也特地在台上感谢老板张惠妹。另外，在最佳台语男女歌手的部分，阿盖拉暌违9年第3次入围，终于夺下台语歌王宝座。到后台也感动告白老婆：“老婆，谢谢你一路辛苦的陪着我。”这一次啦，哦，这够资源的哈。而台语歌后的部分则由郑怡农打败黄飞、蔡秋凤等前辈获得。这次以水逆同时拿下最佳台语专辑奖，双奖入袋实在太开心。最佳乐团奖方面得奖的是宇宙人，而最佳演唱组合奖则是由 Crispy 翠乐团获得。而在众多好歌当中，今年获得年度歌曲奖的是由安普演唱的《最好的时光》。典礼的压轴，每年大家最关注的奖项，堪称死亡之组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奖，本届由 Hush 脱颖而出。而最佳华语女歌手方面，得奖的是阿令。本届金曲最后两大奖，最佳华语专辑奖获奖的是熊仔的 Pro， 年度专辑奖则是由清风的马拉美的星期二获得。恭喜以上得奖者。